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来测一下刘宇宁的音准啊。刘宇宁在湾区声明月这场晚会中唱的这首《笑红尘》啊，之前呢就有网友留言啊，让我测一下，说刘宇宁的音准不是很好吗？啊，大家一直都在网上说刘宇宁现场啊音准非常准。那我们今天呢啊就用软件啊修音软件来测一下他到底音准怎么样，到底有多好有多准。好，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人声和伴奏啊分离开来，我们插入一个修音软件。好，我们先听一下啊到底怎么样。红尘多可笑，痴心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难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好，从前面几句听音还是很准的啊。我们把伴奏关掉啊，我们只听人声啊，我们听得仔细一点。红尘多可笑，痴心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第一句哈，挺准的。此生难了，心却一无。好，心却啊，这是D调的，拉哆哆应该在这儿呢，应该它低了一点点。心缺啊，我们仔细听一下啊，大家顺便也可以练练耳朵。此生难了，心缺一无所扰。心缺啊，心缺，你看往上提一点点就准了。此生难了，心缺一无所扰。很准了。只想换啊，但是呢，其实这个音啊，拉哆非常快的一个划过的一个过渡音啊，又是一个低音区啊。如果说有伴奏放在一起的话，其实是几乎可以忽略的。啊，有些我们根本就听不出来啊！如果不是软件啊这么监测啊，把伴奏关掉啊，完全让人声裸露的话，哎，听不出来。好，我们再往后听啊。看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掉，但天黑得太早。这句也很准。来生难了，爱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这句也很准啊，非常准啊！再往后听。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很准。听月高。好，这句不准，这句有一个音不准啊。听月高。啊，瑞咪嗦。听月高，这个瑞啊，高了一点点，你看就在这儿呢，拉下来。听月高，这个月也是啊，稍微往上高了一点点。听月高，心月小。好，这么拉下来就准了啊，这是一个微差吧啊。其实伴奏放开的话，应该也不会听得很清楚。听月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最高。好，这就准。今天哭，明天笑，不休有人能明了，一生骄傲。这句也很准。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好，这个寻找的寻字啊，不是有一点不准。的寻找，大家听出来了吗？啊，我们把伴奏放出来啊，听一下。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寻，哎，这个应该是寻，拉上去就准了。知晓将快乐寻找。寻，哎，这就是准的啊。我们再把它拉下来，不准的大家对比一下啊。知晓将快乐寻找。寻，寻啊，这就那么一点点的微差，你看啊，这是准的。漫漫不知晓将快乐寻找。我们再往后听。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好，后面转调了，哎，这个转调之后抓的也是，哇，很准啊！啊，我们把伴奏放开，我们听一下它这个转调的地方啊。知晓将快乐寻找。开场了。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啊，这是 D 调的前面啊，往上移了一个半音，啊，移到了降 E 调，你看，你看，哎，非常的准，啊，我们听一下啊。
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很准啊，这句天越高心越好，这个高字哎低了一点点，天越高在这个音上呢，你看，但是呢他唱在这儿了，你看就是低了哎那么一点点，你看往上提，天越高心哎天越高哎，这就准了啊。我们再拉下来再比较一下啊，天越高心天越高，你看天越高哎，这就准了，再听，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独自醉倒。这个倒字呢稍微有一点点前面的时候后面滑上去了，后面准了，前面的这个地方呢有一点点不准啊。我们再听一下，醉倒倒，你看这个倒啊，我们把它提上去啊，看看醉倒哎。如果你这么修这也不好听，独自醉倒哎，这个太假了，这个倒瑞咪这个装饰音没了，这个不能这么修啊。这个呢我应该，我们这样啊，把这个后面这个倒瑞咪这个咪呢往前移一点啊，让前面这个瑞少一点哎。我们再听一下，你看醉倒倒哎，这就是装饰音了，但是呢好像有一个痕迹啊，我们再用画笔把它画平了一些，醉倒哎，你看醉倒哎，这就修的比较自然啊。这个音如果说要是录音出版的作品的话，那我们还得好好的仔细的再去修它啊。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示范了啊，我们往后听，今天哭明天笑，不修有人能赢了一生骄傲，这句也挺准的，歌在唱好，歌瑞低了一点点，你看在这儿呢，往上提，听一下，歌在唱哎，歌在唱哎，这个准了，歌在唱哎，这个唱字不准啊，唱你看，歌在唱在唱，歌在唱，往上提，歌在唱舞在跳、啊，这个准了，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哎，最后这个找也挺准的。找啊，这个是你看这个波形啊，上下抖动的，这是这个颤音啊，它这个颤音的幅度比较小，找这么抖的啊，就是小幅度颤动的这样的一个波形，你看这不能修准啊，修准就没有颤音的效果了。好，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监测啊，刘宇宁的音准确实准，这里面如果说能够听出来不准的音应该只有两三个吧，如果说跟伴奏放到一起啊，我们的耳朵可以明显听能分辨出来，其他的一些微差的音确实可以忽略掉啊。就是经过这么监测刘宇宁的音准啊，在弯曲声明月这一场里面，我觉得他应该是最准的歌手之一啊，可以跟周深相媲美啊。但是呢啊，另外话又说回来啊，这首歌笑红尘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他旋律不难啊，它主要是以五声音阶为主啊，没有发没有西啊，这里面西呢只出现了一次，还是一个过渡音，所以说呢五声音阶哆来咪嗦拉这五个音呢相对来说音准比较好控制啊，没有半音呢相对音准比较好控制。但是呢啊，如果你要是音准不好，即便是五声音阶你在现场也会跑掉啊。如果现场啊能够控制的像刘宇宁这样的一个音准，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啊。我觉得这个跟刘宇宁之前啊，长期的这个直播啊，演唱，哎，肯定是分不开的啊。这个耳朵啊，其实还是要靠平时练的啊。所以呢，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评测啊，我们也是提醒啊，再次提醒所有的歌手啊，如果想把歌手当做职业，那么一定要好好的去把自己的音准、把自己的听力、耳朵练好。我的歌由你来听。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我的歌若能唱动你的心，我愿用一生的感情。